你们愉快的大学生活就正式开始。我长这么大呢，除了学习，没有为别的事情操过心。老天爷跟我开了个玩笑，高考缺考一门，所以就来到群英了。变态啊你！四姐妹，你成功引起了我的注意。这里到处都是破屋烂楼、极品人渣，你就是他们的克星啊！为了加强学习氛围，重点开放图书馆，每周的晚自习至少四次。那大周末的上自习会不回去？为什么不想上课？你要是有能力把我开除的话，我谢谢你。你有病吧你？你们在干嘛？我现在是正式的在追求你们的班长。班长是学校聘来的，他骗了我们全班，我们机械二班将成为群英最大的笑话。他凭什么当我们班长？我们要这样的班长有什么用？我不是因为这点事退学，我本就不属于这里，我来到这里就是拜你所赐。对啊，没有我的话你当不上这个班长啊。年年，你真的变了。我曾经也很讨厌群英，可是当我真心接受他们的时候，在他们身上都有着闪光点，我一定会跟机械二班战斗到底的，在群英完成自己的理想。苏年年，我喜欢你。为群英，我们跟他干了。谁也不能分开。咱们的科技小组就正式成立了，以后我们就为发明智囊而奋斗喽。是改变我们群英历史当中重要。